喂，依單嘢幾靚喎！梗係啦，難得嚟到荃灣，整嘢之前梗係醫下肚啦，係冇肚餓先。係啊，依間新開咗冇幾耐嘅泰菜咧，係我私心推介嚟嘅，行啦，見下你先帶你嚟咋。设计同一般香港泰菜餐厅好唔同，呢间餐厅走简约度假风，感觉就好似置身喺泰国 cafe 一样，够晒悠闲舒服。好啦，食啦！我真系忍唔住笑。依家嘢最正嘅地方就系九成嘅材料都系由泰国入口啦，同埋仲有呢个泰国厨师主理，即系百分百嘅泰国风味可以喺香港食到啊！仲设有角落位置，最适合二人世界。咩啊？爸，系咩意思啊？其实你识得跟住人讲，完全唔知点解咯。Merhaba 即系土耳其话嘅你好咁解。我知道你新居入伙啦，咁但系咧，唉系嘅，但系你又冇钱去土耳其咯。咁我都冇钱带你去土耳其，所以就带你嚟呢个 workshop 度整土耳其灯啦，系送俾你嘅，系托你新居入伙，但系你自己整喎。位于海湾花园的非牟利组织不定期会开工作坊，俾大家可以从中了解更多土耳其文化。尤其整呢个马赛克灯的工作坊最受欢迎，由嚟自土耳其的导师从旁指导。而且仲可以饮到特色土耳其茶和曲奇。一半我给你做一半拍给你。对呀、啊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做什么？好，我指挥他们做咯，我指挥你们。好攰呀、啊、一个。噔噔，整好了，好靓啊，觉得我整个整得真的。我想说这个是我自己亲手整的，这个是我哋阿 Sir 同埋摄影师哥帮佢整嘅，会唔会有啲过分啊？哎呀，唔开啲啦，咁我几时可以拎我嘅制成品啊？我哋整完之后咧，阿 Sir 咧就会帮我哋有一层白色嘅油啦。咁、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咧，你可以上嚟中心度拎，或者佢会寄过嚟俾我哋嘅。大家有兴趣嘅话，都可以嚟整一盏属于自己嘅土耳其马赛克灯。嗱，见你陪我搞咗成日，唔系话我唔慰劳你啦。算你啦，呢度环境又唔错，啲嘢食。都好似好食嘅先，依度啊，仲要所有飲品咧 ，Happy Hour 都系买一送一嘅，你飲十杯都得，正喎、啊，张单我嘅。在荃湾洋屋道的酒店，九楼的 Cafe Circles， 每日下午三点至夜晚九点，所有酒精同埋非酒精的 cocktail 都是买一送一，仲有多款东南亚风味的佐酒小食，60元起就有交易。环境舒服又开扬，平民价钱，但有酒店级享受。仲可以行埋餐厅对出嘅露天泳池，边饮边倾偈，兼睇下荃湾靓景。